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想着生命煮熟饭？你禽兽啊！手术伤了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裴恒都比我先知道。跟你说有什么用啊？你根本都不在乎。再说，又不是我跟裴恒说。 疼吗？疼。还好服过药了，休息吧。啊啊！你不要留我一个人吗？我让子睿过来守夜。你别背我。 今天的月亮，跟你第一次在我房间留宿的时候一样圆。对不起啊，我骗了你，你一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也是在骗我就好了。 当主，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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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
我不是已经答应你跟你回玄虎了吗？你们花园城的美人计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我会派玄虎城的人来接管花园城。你就安心跟我回玄虎，当我的少君夫人。